了之后，说好我们养生壶。有个人好狠的心啊，直接说拜拜呀，一点挽留都没有。哎，一些就是一个直接就是扇巴掌的一只手，就可以让你的脸部活血，然后起到一个提升的作用。然后这个巴掌就是这样，就是你要有一个，就是你家里有条件的可以吊个威亚，然后就这样转后啪一巴掌。然后你看脸上就会有五个手印，这样你的脸就会早上第一是消肿。什么巴掌呢？就是说他还真是一个巴掌。我老爷爷老奶奶还可以打苍蝇。你为什么要拜拜啊？我还没走呢。你真的是，那你就可以再去演唱会啊。不要看我的那个叫什么，这啥手掌的纹路，得给我算命。这在干嘛？这在搓澡。我怎么感觉我像在这个卖这些东西似的？我还要给大家去展示这些东西。大家好，我没有链接哈，我也不知道在哪买哈。我现在这个大家也不用截图，这个发链接啊。这些网页也不要把我打到主页面上去卖这些东西啊。真的要你这个，请一起超日养生，对，你们不得。有一个人他说他是依林的。大学生上晚自习了，哦这样哦，晚自习那你看手机。